与时并进，亨通利达，继往开来，以客为先。亨达集团于1990年成立，扎根香港，面向环球市场，已经发展成一家提供专业金融服务的跨地域企业。集团最初由经营外汇业务开始，逐步发展金银、股票、期权期货、货币经济以及财富管理业务。2000年，亨达国际于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成为香港第一家以外汇单一业务上市的公司。直至2008年，公司进行了业务改组。我们凭借经营金融业务的丰富经验，以及汇聚集团国际金融业务专业，专注为我们的客户提供专业投资理财服务，为客户创造财富增值，引领创富方向。以香港为总部设立亨达集团，集团的业务由香港延伸至世界各地，包括北京、台北、东京、悉尼及奥克兰，以及欧洲的伦敦、中东的迪拜。集团的环球部署凸显出企业核心价值和竞争优势，确保集团长远的发展策略。亨达集团作为一家国际性的金融机构，在全球各地分别设立附属公司，为投资者提供多元化的金融产品及优质的专业服务。亨达集团非常重视人才培训，提倡学习型的企业文化，不断为员工安排各类型的课程及训练活动，设立见习行政人员计划作为长远发展目标，在提升员工的专业水平之余，亦为业界和社会做出贡献。敢于用人、善于用人是集团的用人策略。在人尽其才的理念下，亨达集团的员工多年来与公司一同成长，共创双赢。诚信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也是亨达集团的企业精神。我们以真诚及信誉的作风汇聚全球财经精英，实践出兼容天下的企业模式。亨达集团一直推动企业社会责任，例如提倡投资者教育，除了出版投资书籍外，同时举办投资讲座，推广理财教育，服务对象已由香港扩展至大中华，令不同地区的投资者受惠。我们同时积极参与公益慈善活动，捐助弱势社群，恪尽社会责任。多年来，集团不但业务赢得口碑，更在不同范畴获奖无数，见证了集团的发展，肯定了集团的成就。亨达金银投资有限公司设有网上及手机电子交易平台，为客户提供24小时全天候的优质服务，令投资者透过电子媒体得到透明度高及最方便的交易途径，并且更是首间公司获得金银业贸易场委任为流通量提供者，为贸易场的电子交易平台提供持续性报价。亨达集团附属的永盛科讯有限公司于2008年成立，为集团提供高效高质的网上交易系统服务。公司业务内容包括提供技术支援、 App Develop、 IT 产品等，将 IT 部门转化为独立公司，在行业中实属少有。亨达集团积极开拓金融以外的非核心业务，我们在经营的实金业务凭着本业的优势，以最快的速度提供具有竞争力的价格，开拓零售业务。位于杭州钱江开发区，该项目将以创意带动文化经济发展，推动钱江开发区文化经济建设，打造创意产业发展平台。位于江苏省扬州江都经济开发区内的亨达水务，根据国家区域供水规划，兴建日产20万吨的水厂。我们看准中港台三地的发展，结集香港的国际经验、台湾的创意思维及中国的无限商机，成立顾问公司，为集团开辟新天地。亨达集团是一间积极进取型的金融机构，扎根香港，面向世界，不断开拓海外业务，
我哋非常重视人才，为员工提供发挥机会，成为公司提升持续竞争力嘅最大优势。凭借诚信为本嘅企业文化同埋以客为先嘅经营方针，公司嘅优质服务一路都得到投资者同埋社会嘅认同同埋肯定。我哋会继续努力，用心做到最好，为客户嘅财富不断增值。我1994年底就加入咗亨达集团啦，到而家已经超过咗18年啦。其实可以话系跟住公司一齐成长。咁我都睇到大家同事咧都系无分彼此，群策群力，一齐去追求大家嘅梦想。咁我哋亨达集团嘅同事都系能够做到与时俱进，一路咧推行国际化啦，令到公司咧亦都可以市场不断咁样壮大啦。我个人对公司最深刻嘅体会有三方面。首先，公司多年嚟贯彻企业社会责任。在經營環境最差的時候都很願意投放多些資源輔助弱勢社群。其次是欣賞公司創辦人以人為本的管理哲學，以及善待員工創新求變的企業精神，積極推動終身學習的風氣。公司樂意幫助同事完成個人夢想和發展的抱負，这点是非常之难能可贵。我是在2011年的时候通过办理工作签证从内地来到香港，加入到亨达集团的。那在选择公司的时候呢，是亨达的规模啊，还有它国际化的网络以及它的企业品牌吸引了我。这里整体的工作氛围很好，很令人上进，那也特别有人情味。私は去年3月、Hantec Group の日本法人であるガイダミファイネストにカスタマーサポートとして入社しました。海外スタッフと交流する機会も多く、世界経済の動きを肌で感じることができる職場環境が自分にとって良い刺激となっています。有容乃大，逐浪腾飞。亨达集团以智慧兼容中西企业文化，用人文成就世界金融权威。